你又不吃米饭。嗯。什么家庭的粮食？光吃肉不吃饭。娃养得起你不？能。我没那能力。光吃菜不吃饭。听你这动静。香。肥肉。你没看人家都说你胖了，你都这样一不用多长时间就300斤。嗯，哎，300斤就300斤，胖了有福。哎呦，别把我下个月的生活费都支进去了，那肉多贵呀、啊！